朱晨丽、何傲儿、陈嘉桓同埋陈静等等，今晚出席《皮草之夜2017》，一班女星都性感打扮现身，个个都空群而出。当中何傲儿嘅谷俊咪咪，素三寸事业线同埋晒长腿，艳压群芳，成功空赢同场嘅朱晨丽啊！何傲儿咧就话最近咧忙翻内地工作，因为太耐冇见你哋啦，系啊，有翻去大陆做嘢，所以今日要着靓啲嚟见你哋咯。系啦，因为之前有翻咗内地嗰度做 event 啦，然之后又去咗同 Sam 去，即系许冠杰佢世界巡回，咁去咗澳门站啱先翻嚟，系啦。咁咪豬籠入水咯，系咯。都 OK 嘅，系啦。咁但系可以再多啲，唔够喉。咁系咪进军乐坛啊？进啊，好似讲咗好耐咁样，但系即系开始进噶啦。咁系几时出碟咧？我希望因为其实第一只会想连埋一个文字嘅上集，系啦。咁应该今年七月之前啦，七月之前就会做到噶啦，希望可以。